弟就不管我了，我可想你呢。开口的。给他面子，别哭了。这些天呢，我的宝贝呢在他姥姥家，因为最近工作忙吧，也没有很多时间去看他，去不了姥姥家去看他嘛，有时候就是看看这照片，我就给他打个电话，但是说，说心里话也确实挺想他的。我呢作为爸爸吧，新爸爸，慢慢锻炼，将来变成老爸爸。从孩子出生以后，然后他就开始学习抱孩子啊，换尿布、洗尿布，然后学习打嗝，然后除了喂奶不会干，剩下的能做的都做了。可能有些变化是他自己都感觉不到，在当爸爸这一段时间，这个过程是慢慢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责任感。可能之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可能都无所谓，现在突然家里多了一口人，然后可能他也会想我要什么努力的工作，或者讲要使劲的挣钱。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和女儿讲说，好好的在家里，爸爸出去工作，然后给你买一买买买，就买好东西的意思。是的，我的大情人，真是辛苦你啦。啊，接电话挺快呀。啊，刚下班准备给你打。是吗？得请天了。今晚过来。啊？今晚过来。刚下班，还没吃饭啊。没吃饭，你过来，我请你吃，我做给你。哎，你现在身体要紧，我哪敢使用你多？你过不过来嘛？不过去。为什么？太累了。哪里？我给你按一按。麦身都累。我给你麦身都按一按。你手法不行。哪那么多事儿呢？哪有？啊，你不过来看我，南桂宁也不看啊。南桂宁贵。我在深圳默默的，当年闺女。你这什么音呢？你不想他？啥？上来吧。不来。你爱来不来？挂了啊。挂。生气了。我真生气了。哇塞，你怎么了？你爱笑。谁呀？谁呀？嗨，你不回来吗？我逗你玩吗？逗我玩好玩啊？啊。刚给大家欢迎我，拿朵花。等你给我个吻。可想死我了。哎呀，不接。你这一点也不好听啊。那是初次夜场上。哎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初次夜场。哎呀，今天心情好啊，这两天老是哭。他这样是爱哭的小孩，就是没有安全感。你还一天也不过来，缺少父亲的关爱。不把灯开，给你妹妹哈，对不对？没什么。你好多水人啊，太不要了，对不对？看我，不用看他，他都不来看你还。那谁？然然，看妈妈。就不用。
你都这么穿衣服抱他。晚上水你葡萄汤水也不能喝。多陪你哈，多陪你坐哈，啊！哎呀，不是你别给我开这空头支票了哈！你给我空头支票哈！哼哼，爸爸，我爱你，不管你有没有让我住豪宅，给我买最漂亮的花裙子，是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如梦变成金刚葫芦娃，你才是我的英雄，我的依靠。爸爸，爱你哦。妈妈，你不是说爸爸今天过生日吗？不给爸爸准备礼物，在干嘛呀？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好了，搞定，只结了三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彭林只送了我三个鸡蛋，没有了，三朵代表我爱。许多欢笑的地方，任时光流淌，我们都已变换了模样，过往少年轻狂，此刻多了一些沧桑，每个人都一样，人生路上总有迷惘，这个世界太复杂，我们应该学会吧，学会把它变得简单，翻过吧，想过吧，未来是什么形状，累了吗，困了吧，我们才真的起航，不去烦，不去想，憧憬在等我们前往，别停下，坚持吧。姐，二十八岁生日，老婆送给我的礼物，尤其是坏的这个大礼，对不对？啊，宝贝，这大礼都好好，对不对？嗯，送您的愿望啊，希望我们全家都幸福，我们宝宝健康成长，对不对？咱们的幸福吧。这么多婚姻呢，这么多幸福，我幸福了你才能过得好。彭佩林虽然不善言辞，但从他关爱的眼神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来到这个家庭的小生命无限的爱。我们也祝福你们全家美满幸福了。